在人鱼公主瑶瑶的带领下前往研究室寻找绿哥，而绿哥又将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解释呢？大家小心，前面的门上肯定有机关，别担心。我猜公主肯定知道密码。没错，这里是高科技研究室，你们稍等一下。稳定能量的方法到底在哪儿啊？啊，谁？啊，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公主，绿哥，关于我制作的那些蓝色微晶体，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要听实话，快说。实话？主人，蓝色微晶体拥有比普通微晶体更强的能量，既然使用了，当然需要得承担一定的后果呀。哦，但是你故意隐瞒了，你这是严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。每件事情，都是有好的一面，必然也有坏的一面。任何事物都具备有双面性的。但你没考虑后果，产生无法解决的严重性。说的没错，吕哥，你怎么解释？主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直都在努力的。啊，有声音！什么声音？是警报器。有外来人士擅自闯入研究所。不好了，是储藏室，赶他们出去。什么储藏室？你们快看。是端木先生和毛毛。他们怎么跑到储藏室去了？没吃早饭吗？警报，火灾，空袭，防空洞在哪儿？救护车在哪儿？没了。端木先生，拜托你消停会儿吧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我们在玩具工厂里面等乐乐熊他们几个回来在一起，可是你偏偏就不听。现在倒好，迷路了吧，绝望了吧，看着像个天才，实际上是个路盲。站住。你给我道歉。我才不呢，你路盲又不是我路盲，有本事你别路盲啊。端木先生，给我过来！别想！居然能让我这个天才迷路，你还真不简单！真是让人受不了！这话像是……害怕了吧？你还挺喜欢美女的啊？我感觉挺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她是……不对呀。照理来说，这种型号的美女我见一眼就不会忘啊。这是……这是大大要我复制的玩具。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端木先生，发现什么了？把这个玩具修复好，我就放你走。这个玩具照片怎么会在这个房间呢？真是让人想不到啊，伟大的端木先生也曾经制作过这么丑陋的玩具呀。切，那是我的第一件作品，你懂啥呀？可是这幅画为什么会跟这个玩具一起挂在这里呢？
真是奇怪啊。我怎么知道？不过这女人我应该见过，在哪儿呢？解释好不好？那好吧。我们迷路了，指示牌上明明是左，可是有人死活要走右，箭头指着上，他偏偏要往下，误打误撞就走到这儿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这都是毛毛带错路，否则的话以我的智商怎么可能迷路呢？绝对不会。端木先生的智商可真高啊，我自愧不如。没错没错，我也是。高到自己不认识路，只能跟着毛毛走错路了。好了，他们已经很可怜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公主，这位就是玩具王国现实活宝的天才玩具设计师端木先生。没错，如假包换的真人版，绿色纯天然，要签名吗？PS， 美女免费哟！哇，果然是名不虚传端木先生。肯定的。端木先生，我是人鱼公主瑶瑶，有件事情要拜托你，能不能帮我修复一个玩具？据说这个玩具也是你的作品。什么？你就是人鱼公主？你真的是人鱼公主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你这个主谋，你不仅绑架我，摧残我的身体，还防止我的外星体伤我的心灵。等一下，这事儿跟公主无关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绿哥做的。绑架端木先生，破坏回炉计划，还有放走普通玩具，以及提供蓝色微晶体，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。公主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在欺骗她。那你说说看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编个合理的。我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，公主的愿望就是把自己心爱的玩具修复好。当她发现因为玩具缺乏必要的微晶体才无法被修复的时候，开始把心思都放在了制造新的微晶体上。经过无数次重复的测试失败，终于成功制造出一颗拥有强大能量的蓝色微晶体。太好了，终于成功了。或许是因为资料不足，蓝色微晶体出现能量不稳定的致命缺陷，我不想看到公主努力白费就隐瞒了事实。成功了。那之后我瞒着公主独自前往玩具王国时，想办法混入了天才设计师端木先生的研究室，充当助手，想在端木先生的资料库里面找到关于完善微晶体的相关资料。不是这个，这个也不对。奇怪，怎么就找不到微晶体的资料呢？到底放哪儿了？难道是保存在电脑里了？没错，端木先生就是一宅男，除了电脑桌没去别的地方。电脑。对了，就在电脑里。原本搜索微晶体资料的我，却无意在研究室的电脑上发现了普通玩具回炉的计划书。瞧我发现了什么？普通玩具回炉计划书？如果公主能研究出微晶体替代品，那她的愿望肯定能达成。所以我放走了普通玩具，又煽动他们绑架端木先生。再后来，为了能达到目的，我迫不及待的只好开始提供带有缺陷的蓝色微晶体给玩具们使用。我都是因为公主才这么做的。原来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人鱼公主。可是为什么呀？绿哥都是为了让我能够出名才这么做的。只不过是为了出名，害我吃尽苦头，这根本就是没有才华造成的危机。人鱼公主，你还偷了我第一次设计的玩具。怎么回事？我没有，是你胡说，胡说。那玩具根本就是我第一次设计制作的，绝对没错。你说的是挂在墙上的那个玩具吗？没错，绝对没错。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端木先生，你仔细看看墙上那幅画里的人是谁啊？什么？他就是人鱼岛的主人。他
是第一代的玩具设计师，建立了整个玩具王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玩具王国的王后。啊！端木先生，以你的头脑，该不会连你的启蒙老师都不记得了吧？没有。王后的遗愿就是希望公主能回玩具王国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杜鹃姑娘在呼唤我们了。GPS 好了。啊，乐乐熊不好了，出事了，玩具国王病重了。什么？国王病重？我们马上回去。病重？什么？公主先跟我们回玩具王国吧，他是你的父亲呀。我是您的女儿瑶瑶。瑶瑶，你真的是瑶瑶？是我，我是瑶瑶。我就是您的女儿瑶瑶。瑶瑶，你母亲，她现在在哪儿啊？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。过世了，凤儿，你连赎罪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凤儿是谁呀？应该是玩具王国的王后吧。没错，凤儿就是瑶瑶的亲生母亲，玩具王国的建立者呀。很多年以前的玩具王国，并不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。身为国王的我，立志要建立一个能让所有的玩具都能尽情欢乐的幸福地方。凤儿，当时身为玩具王国第一代玩具设计师，她隐瞒自己是人鱼公主女王的身份，制作了许多能走能跳的新型玩具，甚至帮助我完成了我建立玩具王国的愿望。我被她的才华和美貌所吸引，很快就深深地爱上了她。凤儿也答应了我的求婚。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凤儿拥有人鱼女王的身份，我们很快就结了婚。凤儿也全心帮我完善玩具王国，但是凤儿并不满足制作会走会跳的玩具，她认为玩具也应该有生命，一直试图制造一种能提供生命能源的东西。凤儿发掘了端木先生的才华，一起完成了第一份微晶体制作仪。事情就在瑶瑶你出生之后发生转变了。那天深夜，我听到瑶瑶的哭声很大，想去看看女儿怎么了。女儿，你怎么了？病了吗？啊，这是鱼尾，妖怪！我的女儿是妖怪！陛下，住手！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对你隐瞒身份，我是人鱼女王。不，我不想听。你必须得知道，我们的女儿不是妖怪，是人鱼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我坦白呢？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是故意隐瞒的，我只是……我不想听任何解释，我不听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你的女儿……她不是我的女儿，她是人鱼，是妖怪。我
要杀了他，他不能留在这个世上，不能。微晶体，全因为微晶体，都是微晶体，我要毁掉所有的微晶体，毁掉。等我回到了玩具王国，却发现端木先生用凤儿留下的微晶体制作图，经过不断的研究，制作出了功能完善的微晶体，玩具们也因此都获得了生命。看着人们开心的表情，我追悔莫及。端木先生，我希望你能制作出更加精致的玩具，您说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正准备疯狂玩具计划呢。为了凤儿重回玩具王国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。哎，只是凤儿再也听不到我的忏悔了。现在已经帮王后达成了愿望了呀。没错，而且我也已经回到了玩具王国，见到了父亲，您就别再伤心了。报告陛下，不好了，居民要求公开审判绑架端木先生的犯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出去给他们解释清楚。对，我们一起去。我看还是由他们最尊敬的玩具设计师去吧，怎么样？端木先生，你可要考虑清楚哦。你的回炉计划已经被大多数玩具排斥了。先去解释清楚呀。说的没错，先去解释清楚。我们可以利用电视，不用担心居民跟普通玩具会集体发怒，还能把事情解释清楚呢。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兔妹妹，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，就这么办。出来，我们要见绑架犯。快出来，我们要见端木先生。我们要惩罚他。没错。对，是啊，对。我要见端木先生，端木先生。我们不要被回炉，不要被回炉。绑架犯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出来。公主瑶瑶是国王失散的女儿，端木先生是因为我被绑架的，我向玩具王国所有的居民和玩具道歉。我的妈妈给我留下了一个玩具，她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也没有悲喜，但我仍然无法将她舍弃，因为她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，她装满了我的回忆。说得好，就是这样，说得好。幸福和快乐都源于回忆，疯狂玩具和普通玩具都有生存的权利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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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我已经决定取消普通玩具的回炉计划了，怎么样？高兴吗？太好了！先生万岁！王后说的对，玩具都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。说的没错，这个就是妈妈的想法。哇，端木先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今后不会再有普通玩具和疯狂玩具之分，我会尽全力制作出更多能带给人们快乐的玩具。这是端木先生亲口说的，真不敢相信呐。我也会跟着端木先生学习，争取制作出更好的玩具。哈哈，我有一个美女助手了，哎呦！疯狂密探团终于圆满完成任务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剧本最后一章完成。搜集了这么久，终于达成愿望了，我们的舞台剧终于能上演了啊！哈哈哈哈啊！哇哈哈！快走吧，观众都等着呢。快走吧，观众们都等着呢。疯狂玩具和普通玩具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不朽爱情故事即将开演，等你来看哟。没错，我们等着你。嗯。